Hello， 大家好，我是卷哥叔叔。众所周知啊，奥特曼中的绝大多数呢都是来自光之国 M78 星云的。不过除此之外呢，也有一些奥特曼来自于其他星球的，甚至啊还有一些地球本土诞生的奥特曼。今天啊，咱们就来看看那些不属于 M78 星云的奥特曼都是在哪里诞生的吧。雷欧奥特曼和阿斯特拉奥特曼，第一个不属于 M78 星云的奥特曼，在正剧中提到雷欧奥特曼和阿斯特拉奥特曼呢，他们兄弟的故乡是狮子座 L77 星云，有没有跟 M78 星云很像呢？由于 L77 星云被马格玛星人毁灭，雷欧的族人全部被杀，原本是皇子的雷欧呢，也只能跟弟弟相依为命。在弟弟失踪之后呢，雷欧一个人独自来到了地球，开始了自己的旅途。由于看到了赛文被怪兽殴打而出手相救，被赛文为师之后呢，雷欧学到了最强大的体术。后面啊，在奥特之王的引荐下，雷欧和阿斯特拉成为了奥特兄弟第七和第八的成员。在阿斯奥特曼，在阿斯奥特曼是远古主打的一个搞笑奥特曼，他的家乡来自神秘的 Z95 星云。远古为了让他看起来搞笑一点，于是把他的变身呢设定为需要不停刷牙来完成变身。而在阿斯本人甚至是一个重度洁癖，一旦碰到了脏兮兮的东西就会瞬间失去战斗力。由于这一点呢，被怪兽和宇宙人玩弄于股掌之中。高斯奥特曼和杰斯提斯奥特曼，在高斯奥特曼中呢，并没有明确表示过高斯奥特曼和杰斯提斯奥特曼的身份到底来自于哪里。我们只知道他们来自于其他的平行宇宙的奥特曼，而且合体之后出现的雷杰多奥特曼呢，更是神秘四奥之一，没有人知道他的来历啊，到底来自于哪里。四，迪迦奥特曼。很多人啊以为迪迦奥特曼是来自于地球的超古代文明，其实啊不是这样的，他只是3000万年前就来到了地球，而他的故乡呢既不是 M78 星云，也不是地球。迪迦作为最强的黑暗巨人，本来是一个邪恶的巨人，结果啊受幽莲的感化，选择了光，夺走了卡米拉的光明、达拉姆的力量、希特拉的敏捷，并把他们封印在露露耶遗迹之中，使黑暗力量长眠。当超古代人类由于奇杰拉花粉的力量而选择沉浸在幻想中灭亡的时候呢，迪迦并没有干涉人类的选择，而是将自己的身躯呢留在了金字塔中，精神啊就不知道飞到宇宙中的哪里去了。五，戴拿奥特曼。飞鸟信在火星上看到了神秘的光，在和父亲的精神交流中，飞鸟获得了变身戴拿奥特曼的能力。在此之前，飞鸟的父亲呢也曾利用戴拿的力量守护宇宙的安全，所以啊，戴拿的来历是来自于火星的由人类意志创造的奥特曼。有意思的是啊，戴拿的名字啊是一位女队员麻衣给他起的。六，盖亚奥特曼和阿古茹奥特曼。盖亚奥特曼和阿古茹奥特曼也跟戴拿一样，都不是来自于 M78 的奥特曼，而且啊，他们的本身都是靠地球能量诞生的奥特曼。盖亚的力量呢来自于大地，而阿古茹的力量来自于大海。本期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你还知道哪些奥特曼不是 M78 星云的呢？快来评论告诉我们吧，我们下期再见，拜拜。